而再再而三、哦，即係方文社今年咧，即係照顧好多難民，咁照顧一嘢都唔夠嘅，照顧兩嘢添。咁佢不如講咩就德國啦。咁啊，睇下佢點啦。即係今次整多套 unhappy 出嚟、哦，咁啊，大家都知道，其實啊 ，Manga Time Kirara Forward 嘅作品嚟嘅，咁啊，2013年開始發行啦，連載啦，咁啊，去到現在啦，咁啊，係琴詞嘅作品。咁其實如果大家有記得琴詞嘅，咁多數佢係做一啲插畫工作多嘅。咁而咧，今次大家監督咧，配上大超心啦，大家都好記得啦。如果嗱對上一套係乜嘢咧，應該係《洛蒂騎士》嘅英雄談嘅。你不如講《笨蛋測驗召喚獸》啦。得㗎，知《洛蒂騎士》有二數。你諗下之前嗰啲黑歷史，葬送咗嘅黑歷史，非常之沉迷嘅黑歷史之後。唔係龍鱗都得㗎。你仲講媽地喎嗰啲，嗰啲佢叫係咁㗎啦，咁或者 C3 囉，講下你幾嘢啦。唔係我 CV 好 OK 㗎喎啲角色。嗱、好啦，咁今次呢大超心呢，即係嗱講返個故仔先啦，其實就講返一班人嘅，講返因為呢班人係要追求幸福嘅，點解？因為呢五個女主角都非常不幸嘅，咁基本上佢哋係就因為呢去到去到嗰間學院度啦，咁就呢有四五位嘅花小傳幸啦、琉璃啦、九米川牡丹啦，咁Hibiki 啦，同埋唔講咁多 Hibiki 同埋阿蓮啦，五個人呢咁就基本上呢係因為有啲佢哋有啲業障啊，佢哋講係話。咁恐怖啊！你講到啲嘢，係啊，成班都有業障啊！佢講到嗰啲業障嗰啲，即係咩？簡單啲講，我哋用翻個大家容易啲理解叫咩鬼咁眼啊？又唔可以咁講啊！即係佢哋係背負咗一啲，係啊，即係背負一啲佛家用語，即係佢哋話，即係背負一啲嘢而導致佢哋係會不停會遇上不幸嘅，因為佢哋大概話有佢有原因嘅。咁啊，點解會有原因而導致不幸呢？咁就係話有啲人咧係因為佢點解話怨不幸，就話佢哋係有啲嘢好緊，好著緊一樣嘢。通常係有啲嘢而導致佢係導致出現不幸。例如佢哋話啦，例如女主角雲雀啦，佢就係因為佢好鍾意一個板。個板係一個叫做工人咧，就話同人講話唔好意思嗰個樣，個板咧佢就好中意，佢係迷戀咗呢個嘢，咁而導致佢就因為呢樣嘢而導致佢嘅生活嘅不幸嘅，咁其實好古怪嘅。其實佢啱做打聖光喎，係啊，係差唔多呢啲嘢。你講完嗰五個先，講起嗰五個先吐咗我嘢。係啊，即係牡丹咧，就因為佢有，因為身體咧就好容易病啊，好容易啲骨折啊，好容易病啊，好容易暈倒啊，咁就咧亦都係導致佢不幸嘅。Hibiki 咧就係一個路痴嚟嘅，咁亦都係導致不幸啦。阿蓮咧就因為一個幾碎氣嘅一個女仔嚟嘅，咁咧，咁但係咧就因為太碎氣咧，所有咧係乸嘅動物咧都會黐埋去度噶，咁總之一行出街咧就啲乸嘅動物就會衝埋去啦，包括雀仔啊、豬馬、羊牛狗啊呢啲咁嘅咧，咁就會出現呢個問題。咁當然啦，呢啲嘢係好難套租，因為實在太多嘢要套租啦。但係咧女主角咧並唔係呢四位噶，其實四位之中仲有一位咧叫花小傳幸，佢係冇乜嘢噶。即係佢個人係好鍾意動物，神經大條啲，但係呢原來佢呢喺第一二集呢已經知道佢係非常原來係最不幸嗰個嚟全班。咁因為點解呢，曾經試過呢佢哋話老師第一集就話叫佢哋攞隻蛋啦，每人攞隻蛋，就話第二日呢你唔爆呢隻蛋唔跌開呢咁就你攞返嚟啦，即係個功課係咁啦。咁其實成班之中就得返花小傳幸呢佢隻蛋呢係冇裂到，而即係標隻雞仔出嚟，而個老師呢其實就知道佢係好不幸。咁當然啦，係啦。即係點啊？即係佢講呢樣嘢，就原來成班之中最不幸、最即係最不幸嘅人就係咁。咁關隻蛋咩事？咁隻蛋就一個 indicator 咯，占卜工具。啊，類似咁啦，即係你有個結果啦，你孵只雞出嚟，即係話你其實都應該玩完㗎啦。可以咁講。咁當然啦，呢套嘢就大家都講就話去到中間嘅時候，咁就玩咗一啲較為科幻嘅嘢嘅，突然間出嚟，要點樣去增強自己嘅 lucky 嘅程度啊？咁例如去郊遊啦，地下嘅賭場去試下啦。中間有錯嘅，當你一個非洲嘅時候，你賭得鋪就真係非洲嘅，算啦數啦。咁跟住咧就變咗一個好對打階段啦，就話大家會變成一個譬如魔道士啊，一個會變成一個即係 Hila 嗰啲，即係。大家玩到係咁樣，咁而中間其實我想講一講先，咁最後咧就話最後佢哋就話又要去收集運氣啦，就話咧最後去一個林間嘅叫做旅行啦，咁跟住最後咧就因為點解阿花小傳幸真係極度不幸啊嘛，佢跌咗落山崖差死咁就係，咁臨尾咧就個老師咧一個人就攬住五個人救起，跟住就召喚呢個機械人飛天機械人，個飛天機械人就可以帶埋佢哋就救到佢哋幾個，咁當然嗱，如果我要講第一樣嘢。劇情是非常之無理的，咁當然殺老師嚟嘅呢個好奇怪啦，總之講真，咁佢就話即係個入面嗰個學員入面有好多機械人喺度嘅，咁基本上咧個故事就唔合情唔合理㗎啦。
咁亦都唔係真係，如果要追究個故事，其實真係好多嘢要套租，亦都唔係咁好睇嘅。咁呢點係唯一點解佢其實喺日本亦都俾人扣分扣得好犀利嘅原因，因為中間其實佢唔係滲入咗啲無聊劇情㗎，佢本來個劇情係唔差㗎。咁佢其實講一啲嘢就話，佢嗱咪帶出幾個消息訊息係幾好㗎，例如話幸福咧並唔係你自己一個人去諗，成日喺度坐井觀天咁樣咧先至會出到嚟嘅。你係要有你自己去做嘅嘢，而係牽動到其他人去一齊做，你先至會有一齊嘅幸福。例如有一集佢講得幾好，就話個 group 人啦、啊，阿雲雀啊、阿恆啊同埋牡丹三個人輸咗嗰、那個即係增強運氣嗰個遊戲嘛，即係嗰個幻色仔個遊戲。咁結果咧就叫佢哋影一朵花，就話影一個即係幸福之門嘅花啦，要去做一個作業咧。佢嗰個經歷就連到其餘嗰兩位女主角嗰個感情咧。其實係做得唔錯㗎，嗰個係話點解佢臨尾佢真係影到朵花喎？點解呢幾位去影到朵花呢？就因為其實五個人一齊叫做合作，大家亦都肯每人去行得一步而去做呢樣嘢，唔自私。咁其實講起上嚟唔錯嘅、那個故仔，咁亦都其中一集就講翻另外嗰兩位女主角點樣喺幼稚園之下大家相識而大家係互相依賴咧？呢樣嘢個情係做得唔錯㗎，我先要講承認。不過就因為其實去到第六集已經開始咧。去到冇乜嘢講啦，即係開始咧就要玩一啲遊戲啊之類嗰啲咧，角色帶動佢想揾多幾個，但係好似弱啲，所以呢套嘢其實弱感覺上就呢度就差啦，去到最後。一，你個角色堅離地，我冇共鳴；第二，佢哋嘅問題係解決唔到嘅，你努力幾多一百集都解決唔到問題，你又唔好嘥時間，所以你嘅話啦，好話做唔完。你頭先有河馬講嗰啲咩擲色仔轉運？我第一個諗法就係咁似新聞嗰啲咩性交轉運嘅，即係睇落去好無稽咁樣咧。唔係，即係有啲話阿天生我係咁嘅，可能天生骨頭唔好話有病嘅，或者可能啲動物接觸我嘅呢樣嘢，天生你改唔到嘅，你努力去賭場一百次都改唔到，覺得你錯曬咁就係。路痴嗰個就所以古怪啲啦。咁唔係你中意睇公定河馬呢個格，因為你自己攞嚟衰覺得係，我管你唔到呢個就。就佢即係佢就話呢樣嘢啦，反而佢就。但係我就反而覺得四位都有原因，但係最後花少全行嗰個係冇原因地，即係佢自己係有問題，而即係佢話佢自己真係個運好差，即係最後係點樣幫佢係咩？而佢自己覺得雖然話佢行運氣差，但係佢係覺得因為大家一齊喺度就好覺得好幸福。我覺得輕微廉價咗少少。唔係，因為見到你衰過我，衰過得自己都唔衰得曬。嗱、啊，這個我黑嘅話俾你聽，呢個諗法係，即係我會覺得啊，可以好少少嘅，咁亦都難怪點解話出現嚟講唔係話去到咁好啦，咁啊大超心好似都呢套都做唔起嘅，咁其實呢兩套都有佢各自各嘅問題啦，亦都唔係話我又覺得咪非監督之罪，有時可能係到原著根本就有少少問題嘅嗰、那個 planning， 咁所以 unhappy 呢套我又覺得點解亦都喺日本做唔起，佢有原因幾大嘅其實。好啦，咁啊差唔多先係講咗兩套爛文翻啦。